身穿外套的阿北和路旁骑士爆发冲突，他气冲冲跑回车上，拿出一把镰刀挥舞，对方冲向前，试图夺下刀械，一阵推挤拉扯，眼见躲不了刀，骑士一伙人赶紧落跑。阿北气不过，跟在后头做事追砍，但手里拿长约一公尺的镰刀在大街追逐，可把邻居全吓坏。隔一天的早上，看到他的椅座和那个烟囱管上面就是有血迹，有水，哎，可是怎么那个是血水？有吓一跳，警车追来这里，没有，我有闪过，一定可怕，所以我们都把铁门关下。 8号晚上8点，新北三峡介绍路，骑士被追砍，还沿途嬉闹，警方火速抵达现场，只剩阿北一人向远景大吐苦水。一滴血都无，少年在乱讲，你就是去出来啊！啊，我黄生啊，因死的啊！ 原来58岁，身姓阿北是附近公庙庙祝，不满四名骑士在路中央聊天，要求对方离开。骑士回呛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还拿出折叠刀做事攻击。阿北火大，超出镰刀追砍，双方手掌重刀，讯后被缢，设为法送办。当初想到你是什么老大了？如果能那么大了，那个砍柴砍不下去那种镰刀了。 哎，只是盲僧耶！闯祸阿北喊冤，不是故意挥刀砍人，控诉对方挥舞折叠刀想先发制人，却被警方依法就办。记者黄天耀、陆雨欣采访报道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。而棚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